电焊石龙网是用螺旋形绑丝把焊接成型后的前后面板、底板和隔板组装好后压缩，和网盖一起打包的网，折叠绑扎好的所有石龙产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电焊石龙网采用优质低碳钢丝，严格按照 BSE052/1986 标准，通过自动化、精密、准确的机械设备排焊加工成型后，采用电镀锌、热镀锌、涂塑、浸塑或高尔凡等工艺的表面钝化、塑化处理，网面平滑整齐，网目均匀，具有很强的牢固性、抗腐蚀性、可渗性和整体性等优点。